躲了，我到家了。哎，揍你！哎妈呀，幸亏我三方位练得好呀，不然就这点地方还真不好停车呢。你那技术不行，你看看人家的车停的，不是我跟你吹呀，就算楼楼来了，他都停不出来这样事儿的。我跟你说，这是咋停的呀？这太厉害了，这。你想知道怎么停的啊？那我给你看看，看好了，你看，这就是这么停的。那要说停车厉害，那还是得看人龙龙呀。你看人家这车方位停车停的，不是我跟你吹呀，就他的技术，我跟你说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切，我跟你说呀，现在停车那还得看高科技啊。你看人家车，这一个个停的，你看，你看这个，干啥？呦，这个厉害！我这家伙，这一下就进去了。你看，人家后面还有啊，你看这小白车，哎呦呵，这家伙，这龙龙都不敢这么开呀，这。哼，雕虫小技，看我的。